也太深了吧。水淹到小腿肚，塑胶袋杂物都飘在水面上，根本无法做生意，超商人员好无奈。你这边从几点开始下那么大的、啊？11、12点多。其实它里面要很大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淹水。瞬间就淹上来，对不对？一边帮窗户贴上胶带，另一头老板则是忙着捞茶叶蛋。哦，连茶叶蛋也要把它救起来，就对了。不然没有东西吃啊，我们要去警察局。哦，你们要去警察局避难了。不然不能回家。对。民众抱怨，可能是因为防水闸门来不及放，这次明明雨还没很大，却淹得比往年台风都惨，家也回不得。泥沙台风才刚报到，屏东林边已经被淹惨，连救护车都被困在水中央，不少民众也受困。哦，他要去收容所。哦，啊，等一下，你要停下第一关，我等下再回来载你，我们车顶有限啦，哦。消防队员来回奔波，协助运输受困的民众，甚至连军方也出动装甲运兵车前来协助救援。挤在车内虽然有点像难民，但也好险有这些救难人员在风雨中送来温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